Nice。今天吴亦凡及其工作室的微博相继被封，于是广大网友纷纷转战到吴亦凡的外网社交账号下，一吐心中不快。网友对吴亦凡语言上的鞭笞堪称才华横溢，嘴下不留情啊。但是你看吴亦凡的事冲击了奥运会，吸引走了相当大的流量和注意力，那说明这吴亦凡他就是一个偶像，偶像太大了，这偶像一下坍塌了。这样的坍塌给了人们一个警示啊，就是你看你占有那么多的资源啊，但是如果你犯了法，你违反了公义，你一下子你的坍塌就是注定的。那跟他对立的那个杜女士，那个女孩，她的动员力跟吴亦凡完全不可相比啊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是